哎哎，你怎么不拐啊？直行，那这个道路口是个直行。导航写的是要拐的。哎呀，从这块走直行也能到。听你的还是听导航的？这块你来过吗？咱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又不是你家那边。我看这个建成的肯定能到。他导航上写的刚才那个位置要拐，你现在就给我拐过去。你看看，你开个车，你怎么非得按照你这个意思来？这么走也对。我就要走那条路。你现在，我觉得那条路就是最近的。这也走不了啊，现在。那怎么整？一会儿从这个路口给我拐过去。啊、不，咱们就正常直行就行了。不行，我都说了不行，我就要走那个，而且你说的不对呀、啊。你怎么就那么确定你说的是对的呀？这么走也可以呀、啊。啊，不行不行。要不然你前边给我靠边给我停吧。你道上这么多车，怎么能靠？车上哪能靠边停车？你看看你，靠边停车，我要下车。这是一段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一对情侣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小的碎片。通过这个碎片，你会发现在很小的问题上，这对情侣都很难达成一致。他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曲先生27岁，来自辽宁，销售顾问；女嘉宾朱女士27岁，来自辽宁，文员。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多久啊？在一起2年多了。啊，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啊，你追的他、嗯？人家让你拐弯，你为什么要直行啊？就是他这个前期这个人挺好的，后面就是相处时间长了，就发现就是他这个人就是要求非常苛刻。哦，要求苛刻啊？对，就是说必须就是按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来的话，就是他就会就是发脾气、无理取闹这种。今天谁要来的呀？今天他要来的。哦，你要来干啥呀？他说我平时比较苛刻，就总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呀。那什么事情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呀。然后他就觉得我脾气不好，管他管得太多了、啊、但是他就是日常生活中他脾气才不好呢。明白了。就是我觉得他吧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暴躁的人，然后生活中他总是这样，他烦躁我说他，然后他还不听，还觉得是我的错。哦，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干嘛来这儿？你跟我说了一堆啊、就是那个我的理解是，在一起就是也很长时间了嘛、也有这个结婚的打算。嗯，但是我就感觉吧，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小矛盾解决不了。那到底要干啥呢？今天就是要解决这些小矛盾，看一看他能不能改。他要是不能改的话，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跟他在一起走下去。哦。实际是还是要看看谁对谁错，掰扯掰扯，是这意思吧？嗯，也可以这么说。啊，行吧，谁先说呢？我先说。他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暴躁，生活中吧就特别容易烦躁、然后我就挺受不了的，因为我劝吧、他也不听。比如，然后就比如说之前就是前两天我俩周末一起开车去动物园玩，然后路上吧就堵车了，那周末堵车多正常啊，然后他在车里边就骂骂咧咧的，就特别烦。这时候好，前面突然就插进来一辆车，这下好了，就摇下车窗就跟人家骂起来了。骂我就说你就少说两句吧，对不对？过去就过去呗。然后就下车了，下车跟人家骂的就异常激烈，我就受不了他这点，你知道吗？就是旁边就引来就是特别多的人在那块围观，我就觉得挺尴尬的。然后怎么劝他都不听，就非得跟人家骂。这个事情我得说两句，其实我也不是个就是无事生非的人啊，就正常就是说咱们一起行车就是走在道路上嘛、当时就是我们要进动物园，两边都是实线，所有车就在排队，就突然就有一个车从后面非常不守规矩夹塞，就难免我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是不 是我刚开始我是想就是教育那个车主两句，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啊，靠大家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两句，谁知道他就是非常不讲理，回头他骂我，然后我再下去再跟他理论一番。不是啊，他不讲理，但是他肯定会有别人说他呀，也不至于你非得下车跟人骂成那样啊。后来是交警、就警察都来了，然后给他劝回车里了。回去以后他自己就还没好，就是还是挺烦躁，就说刚才那个人怎么怎么回事，那怎么在一起玩啊？就那天我都感觉我心情不好，对、就没法一起玩了。就是、他比较较真儿，是吧？对对对，就非得就说人家。说说你的委屈吧。我们日常交往中，那他总说我这个人自私，就说比如说有一次就我们，他就是自私，就我们在一起吃米线，我就点了一份海螺丸米线，然后我又加了一份海螺丸，回去俩人吃嘛哈。
然后就当我想吃海螺丸的时候，那碗里一个都没有了。其实我就更尴尬了。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最不喜欢吃海螺丸米线，完、当天他点了一份海螺丸米线，又加了一份。我当时我合计，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嘛，我现在他特别关心我，还给我加一份啊，我心里我也挺高兴。我现在哎呀，就是人对我一番心意，我就赶紧吃完嘛。他既然说他不喜欢吃嘛，他眼不见心不烦，咱赶紧给他吃完。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记得，他就不高兴了。我不记得我以前有说过什么我最不爱吃这个东西，而且如果我点了一份我不爱吃的东西，然后你还吃得那么开心，那他这不是自私吗？我觉得他就应该先问一问我吃不吃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先给我夹一个呀？再点两份不就没事了吗？这个叫什么事儿？这不是点几份的问题，我就觉得他就是没在乎我，就没有存在感了。他就是连问我吃不吃他都没问，是就自己就全给吃了啊。行，这事儿也听明白了。还有就是那个一起，就是现在不都爱玩游戏吗？就平时生活中玩游戏的时候哈，他自己明明装备都已经齐了，然后他不管我，就一个劲儿的跟我抢，在那儿抢装备。那我怎么玩啊？那是不是一个团队啊？然后我说他，他还说啊，你自己打的臭，怎么回事的？对，你们俩谁水平高啊？我觉得我水平高。啊，就是段位谁高啊？段位一样吧。对，我经常一起玩嘛。啊，经常一起玩。你老抢人装备干嘛？你不都够了吗？就是我抢装备，我都是为他好，因为他总是他感觉他自己玩的挺好的，其实他玩的并不好。不是，你不都齐了吗？你让人俩怎么着？你那背包也放不下呀。不，就是根据情况，随时我要换这个东西，我就为了保护他。啊，行，我得为了保护他，就因为他说他玩的就太菜了，我只有不断自己变强，我跟你讲，我才能带领他走向胜利。哎，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能一起玩游戏不错。是啊，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一些琐事，他就感觉就挺大的矛盾，我也觉得没啥是吧？老是就是这样在生活中无理取闹。我说他自以为是，就不是没道理的啊。他自己觉得自己拍照技术特别好，我每次让他给我拍照，那都拍成什么样了？就一张照片哈，一半都是地，然后上面有一不大点小针，我1.65米能把我拍成1.56米，然后我怎么能高兴啊？然后每次我跟他一起出去玩哈，都是我拿相机在那给他拍照，然后他自己还不学，我跟他讲，你回去学一学啊，怎么能把人拍得好看一点？我学了呀，我觉得我现在拍照明显有很大进步啊。对，就是他那个进步，就是之前我不是说那个腿照的短吗？现在人家就整个就是有的时候脚都给我整没了那种。啊。他意识不到。他是构图问题是吧？我就感觉啊，换谁照啊，都能比他照的好看。那不一定，换我照比他照的还难看，我也不会拍照。对。然后后来我也没办法，那你说人就学不会怎么办啊？他就没这个天分啊。然后呢，我就自己买个自拍杆照呗。有一天晚上哈，在那个路灯下拍照自拍。哎呦我天哪！他挑了一张他的脸，就是特别亮的那种，然后我的脸是黑的，发了朋友圈。我说照了那么多张照片，你为什么不能照就是两个人的脸都特别清晰的发朋友圈呢？就一个照片嘛。再说他在我心里一直都很美，哪张照片不都是漂亮的吗？全反的显得特别苛刻。我就感觉吧，他挺强词夺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为什么发一个你脸亮的，人家脸黑的？我就随便选了一张啊。哎呀，你真会说话啊，还挺会气人的啊。他就是不光这方面啊，就是啊，我觉得我不太满意啊。还有就是平时啊，他还就是干涉那个我的社交。我发微博嘛，然后就有那个同学在下面给我评论点赞，他就不高兴了，就是追问我跟人家什么关系，然后就非让我把人家给删了，就莫名其妙。这不是他讲的那种的，就他那个微博啊，一共就有30多条，然后他每次发一条微博，他总是那同一个人跟他点赞评论，哪怕出现第二个人，咱也不会多想，对不对？你没点赞评论过呀？就他那个微博发也没人看，你看不看？我看了。你点没点赞啊？我就没点啊。你为啥不点啊？我觉得没啥必要。对，你不点不允许别人点？不，他老是那一个人点是吧？那咋了呢？就是咱正常人的思维，就是你要是朋友多行，然后点赞评论。我就一个朋友，怎么了？关键这一个朋友是一个男性。我觉得没准人家就是顺手点赞，现在不很多嘛，刷东西就顺手点个赞，然后他就不分青红皂白，非得让我把人删了，我就不删。我总不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莫名其妙把人删了，对不对？然后我还觉得他就是双重标准，他就要求我怎么怎么样，他自己微信就是跟他女同学聊天，然后
对啊，那你自己为什么微信跟人女同学聊天？不，就是我说我，因为我不是跟我同学闲聊，我跟同学就是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谈完以后啊，就是因为我怕产生误会嘛，然后我就给那个聊天的对话框就给删除了。结果不是你聊工作怎么会产生误会呢？我就怕他多想嘛。不是你要放在那儿，不就不多想了吗？因为聊的时间比较长嘛，我怕产生误会。不，你要有内容就不会产生误会。这事做的确实有点不对，有点心虚了。有点心虚。有点心虚了。我是好心办坏事的。你少来吧你。不，咱问心自问，确实没就是说闲聊，但是就是怕误会。当时就是说思想简单了一点，就是没想到后续这么严重。嗯，你挺复杂的，你可不简单。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有别的吗？这小子，我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他也不让我去。这为啥呀？就是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我大学有一个男性的同学，然后要举行婚礼，很长时间都已经不联系了，大学毕业已经好多年了，然后他就是非要去参加人家婚礼。你说参加这个婚礼吧，要是说在就是我们家的当地啊，去就去吧。他在上大学的地方还挺远的，还要坐飞机，然后坐高铁，就舟车劳顿，然后非要去，难免我会有误会。这什么关系？这么复杂，这么远的婚礼也要去啊？前男友呗？哦，不是前男友，就正常大学认识的一个。对，我就说嘛，你有什么吧？你往底里想，就是前男友嘛。对呀、啊，真的不是前男友。主持人说的很对，不是，但是你是要去，是带着他一起去，还是自己去啊？我去参加我同学婚礼，为什么要带他一起去呢？哦、你说我们那一桌都是我们认识的上大学同学，所以就难免他有这个想法。对呀、啊，我合计就同学聚会嘛，然后也挺好的，就去呗。后来去没去啊？我没去啊，所以我就感觉吧，他这人管的就挺多的。我觉得他吧，就是太爱吃醋。还吃过你什么醋啊？更搞笑了，他不光跟人吃醋哈，就我家养的狗他都跟着吃醋，就总说我对那个狗就是过分的宠爱了，就嫌我给那狗买东西多了，就花钱多了，怎么回事的？然后他那个天天遛狗，不是我说的哈，就我让他遛狗的时候，就我俩一起遛，他非要牵着。他牵着的时候啊，他那个眼睛都不看那个狗，那车那么多，然后他都不看着，我就生气。他就是不认真，有的时候跟他站着哈，他都能踩着他，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用心。这不对，他就不知道，就是我有多在乎这个东西。他说的就是特别夸张、啊，就是说你吃没吃狗的醋？我一个大男人能吃狗的醋吗？啊，行，就是我的心里就是说，在他的心里，狗排在前，你排在前啊，就是当然是我排在前了。你确定吗？反正也不好说，怎么事呢？就是心里还是你想他现在对这个狗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哈？就咱们就是双十一购物，对不对？买点衣服，买点鞋都正常。你花钱，你花个三四千都很正常。他双十一给狗买狗粮，花4000多。你就4000多多吗？我觉得不多呀，双十一嘛，囤货挺正常的呀。而且狗什么都需要，不仅狗粮啊，零食、玩具、营养品，什么东西不要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总拿这事说我，说啊，你给狗买4000块钱东西，不是对，给他买了，不给我不啊，我怎么没给他？那就没一起买4000多呗。啊，这有必要？双十一你给他买了多少？就是买点那个零食，肯定没有狗买的多吗？因为我心里能有意见吗？哎呀。挺幸福的，听起来啊，也挺甜蜜的、啊、小日子过的，打不打算结婚啊？就是因为就是年龄也到这儿了嘛、啊、然后前一阵儿就是说到这个结婚的问题了，然后就是说结婚的问题，就要结婚就要买房子嘛，就这儿就发生分歧了嘛。嗯，我就合计吧，就是买个新房子，然后住着就是也舒适一下，就是环境能好一些。嗯，然后他就想那个换车，就现在有房是吗？啊，对，他就现在就是家里有一套房子，就是可能不是新的小区，环境就是说稍微就是差了一点，重新装一下不就行了吗？他不行啊，他非要就买新呢。哦，我不是说这个房子，我就感觉他这个态度有问题，天天在那块研究这个车怎么回事啊，那个车怎么回事，自己开上能有多好看多帅啊，然后他就对房子这块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啊。我觉得没啥，我作为一个男生嘛，就是有点业余爱好，我平常就喜欢就是研究个车，但是我这是能力范围以内的，我也不影响生活，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房子这个东西吧，就有片瓦遮顶，我觉得就挺满足的，而且现在房子也不是就是说想象的环境特别恶劣那种，但他总是要换一个新的。我觉得就是他不太在乎我的感受、啊、就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他也不会去考虑，他就天天就研究他那点事儿。我就问个问题啊，他对你好吗？就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男生其实还挺温暖的，还挺对我好的？他平时上下班都会接我送我。啊，2年多都接送啊？
差不多吧。哦，就是这样的。结婚以后还会接送吗？这一如既往吗？真的假的？真的。我对他挺好的，他都是些小事，他说的就是特别夸张，我也委屈。行了，事儿就摆在这儿了，听着还挺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在这种争吵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东西，让两个还挺相爱的人，老是觉得有点别扭。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我们这舞台上面就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当两个人啊处于一个恋情或者亲密关系的权力争夺期的时候，就跑到我们舞台上来让老师做主，就想着让我们几个人就帮着一方压住另一方。问题我们不是婆婆也不是法官，这种事儿啊，就是你们两个未来的生活里面谁的权力更大一点，是应该听谁的，到最后还是要自己靠自己磨合，不是靠我们说了算的。其实大家注意啊，就是恋情的稳定关系它不一定说是平等，我们虽然很推崇平等的恋爱啊，但是在恋情的稳定关系里面有平等的，有女强男弱的，也有男强女弱的，就只要大家都认，其实都挺稳定的。最不稳定什么呢，就跟你们这样，就是你强我也强，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这是最不稳定的。那么这个情况是为什么会出现呢？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更多的是什么事都是想着我，以我为中心，我是怎么样，我要什么。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琢磨出一个真正的属于你们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你在某一方面我是可以听你的，或者我是可以照顾你的，在另外一方面我是可以给你面子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赵川老师一直觉得你们很幸福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儿，但这种小事儿让你们的情绪变得很不好。所以你们要顾及的无非就是不是自己的情绪哦，你们要顾及的是对方的情绪。但凡你们顾及到对方的情绪，所有的问题都化为乌有。先来说男生哈，男生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的天生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是不是？也没有。但还行，还行，对吧？对。反正就是我说的什么都是对的，只要是对我有利的事情就是对的，对他有利的事情就是错的。啊，这倒没有。但是在我看来，刚才以上你们所有种种的描述，我就有这样的强烈的感觉。然后呢，你们两个人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模式？相互较劲儿的模式。多小的事儿都要较个劲儿，就要争一个对错，就要论一个长短。其实在情侣当中，这样的心态是最要不得的。因为你如果一直在较劲儿，你往后两个人的平常的琐碎的生活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凡事都会较劲儿，不管这件事儿原则在哪儿，只要你说东，我一定往西走，这是情侣之间最要不得的。后来慢慢会演变成什么？会演变成赌气，我就跟你对着干，我就憋你这个劲儿。你们现在两个人就有点往这个方向走，女方也是。你看你们刚才那个一上来那小片儿，男方说要执行，你就非要诱拐。然后他也是，你说右拐他就偏要执行，导航都那么说了我还就跟导航都对着干，就形成这样的模式了。其实双方都需要被认同，你们试着改变一下，比如说你赞同一次他说的话，同样你也赞同一次女生说的话，不要一上来先给予否定，我觉得这是你们现在调整的一个方向。然后那其次我还想跟女生多说一点，就是你说的那些什么拍照啊发朋友圈那些事情，其实大部分的男人都差不多，他不是说故意去选他亮的，他就是随便一选，然后他也没觉得你好看也没觉得你难看，就觉得发一下就完事儿了。就像在这种的小事上就不用再跟他较真儿了，因为较真儿最后气的都是你自己，就你把心放宽了，然后小事上不较真儿，多给他一些赞同，多给他一些认同，相反他可能还给你的是更多的认同感。而且男生再多说一句是什么呢，他要的不是那个新房子，要的是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为他多考虑一些，明白了吗？明白。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从一开始看小片到现场就一直在争，其实在这个婚前包括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就容易发生这种权力之争，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这种争呢，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两个人争的方向，就是发展方向是朝着结婚的方向来努力的，这是好的方向。但是为了能够让你们把我始终认为，恋人之间、情人之间乃至夫妻之间，如果对方说出以下这句话，对方是一定要在意的，那就是对方是有点沉重甚至是绝望地说，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脾气越来越大，你情绪越来越糟糕，你越来越不耐烦。如果对方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不在意，尤其是对方非常平静的口吻说出来而不是情绪化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许你真的在这段时间有些变化太大，有些过分了，这个时候往往需要自省，自省是调整情绪最好的方式，是克制自己最好的方式，改是改不了了，但是为了对方，我们可以善于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你们现在还正在恋爱，彼此还轻松地面对着生活，还没有来自于生活太大的压力。你们刚才说快要结婚了，结婚是什么？结婚就是人生不易，找个队友同舟共济。你们现在还没有队友的感受，如果将来一旦结了婚，事业上的压力、孩子的压力乃至于经济的压力，你们就会有压力，这种压力就会使得你们感觉从情侣而过渡到了队友，队友之间就要互相调剂，更要互相体谅，更要取长补短，而在取长补短和共同面对压力和困惑的时候，你们的感情才会越来越深，才会越来越体谅对方，明白吗？多累啊，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就是一开始吧，我挺欣赏你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挺幽默的，就是挺会讲话的嘛。
后来就是慢慢生活当中，你就把你这个会讲话的这点啊，就变成了跟我对着干，就是我说什么吧，你都怼我。我希望你以后就是能改一下吧，然后我就送你四个字儿：好自为之。接着杠啊。其实吧，我认为就是咱们俩相处这段时间吧，我觉得就是说挺开心的，而且我到现在我也认为，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琐事吧，并没有就是说提升到你说的这种高度。我认为在一起挺好的，我就是希望如果还能在一起的话，就是以后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像老师说的一样，多包容一点，多就是说没有必要争执点，就是不要那么较真，生活坦荡一点嘛，心胸开阔一点。哎呀，谢谢两位啊，也别着急，我们接受一切结果。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啊，来，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谢谢，来吧，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就一定会就是说生活态度认真一点，就是把你说的话就是说放在心里，然后就是不总是让你感觉到我不在乎你，希望我以后能对你好一点。哎，互补一下挺好的，别老那么较真儿。来，祝你们快乐啊！好嘞，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好，谢谢你们，请回，请回，祝你们幸福啊！姑娘，买房还是买车呀？买房。啊，小伙子，买房还是买车呀？买房。哎，这就对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那老话嘛，彼此让一步，海阔天空嘛。